现在有车辆已经开始驶出了，都想外出去溜一溜。大家都在等待要出去。谢谢。哎呀，里面有很多人，大家好多人都在拍这个场面。哎呀，好高兴。哎，他们都排着队一个一个出来，都在查验出入证。这有人在进行消毒，这儿在排着队进行消毒。这些是不是小区的这些志愿者？太开心了。然后2月10号10点，终生难忘。这个春节真的有特殊的意义。然后我觉得十日十点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日子，让我们在除夕前能解放。